Hello guys, welcome to my channel. As you can see, I'm actually outside. And today's video i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because I'm going to show you a place called Beipu. Beipu is a place full of Hakka culture, and also while I'm showing you Beipu, I'm go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you guys asked me last time a while ago on my IG story. So are you ready? Alright, so now I'm going to wait the bus. 我现在要等巴士，我感觉好像还要一阵子，对，所以我要坐在这边，好吧？那我们就车上见喽，拜。我刚真的是太白痴了，就是呢，你们知道那个巴士不是都有两边吗？两边对不对？两个方向。然后呢，我等错方向了，对。我等错方向，所以我就错过我的巴士。对，然后呢，我现在必须等大概，应该1个小时多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多的时间才有车，所以我现在就跑来摩斯汉堡，就是 Mos Burger， 来杀时间。杀时间 means kill the time。然后呢，你们看，我就点了。哦，这个桌子有点不太稳，就是大叔对。然后呢，我想说，那既然我都在这里了，那我就来回答一些问题好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Where do you like to go for vacation？ 你想要去哪里度假，对不对？现在我最想要去的地方应该是 Kota Kinabalu 这个马来西亚的小岛，对。这个地方其实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因为离台湾很近，然后呢，我很特别喜欢那个热带岛屿的感觉，所以我超喜欢那边。然后食物好吃、便宜，很漂亮的地方。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What's your favorite pizza flavor？ 你最喜欢什么披萨的口味？口味就是 flavor。我觉得我应该最喜欢的披萨口味是玛格丽特 （Margarita） 或对，就是没有 favorite，both favorite， 两个都是最喜欢，或是海鲜的，只要是海鲜的我都很喜欢。对，好烫。下一个问题是，Did you always want to teach Chinese？ 你是不是一直都很想教中文呢？我觉得是，但是我没有，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没有马上当中文老师，因为呢，中文老师这个工作在台湾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去外面工作，就是比方说补习班好了，补习班都是 part time。所以就是会不够，support 我的生活费，所以其实就是一直有想当中文老师，可是没有那个勇气。对，后面是有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才鼓起勇气，对，然后就自己做，对，所以What countries have you been to？ 哇，我觉得还算蛮多的耶。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带我去很多国家旅行。应该我小 baby 的时候就已经常常旅行，所以亚洲 （Asia） 亚洲的话呢，就有日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还有哪里啊？对，然后呢，还有澳洲、美国，然后美国很多次，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去欧洲，我去西班牙念书，所以欧洲很多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比方说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意大利啊、希腊啊、Santorini。Cyprus 塞浦路斯，德国，这些国家有去过，还有哪里呢？哦，因为其实我刚毕业以后就去长荣航空 ，You guys know EVA Air 当那个 flight attendant。That's another story。那anyway， 我当空姐的时候，空姐 is flight attendant for female。空姐的时候是空姐的时候我去过印尼、越南。当然还有很多国家，但是那个我以前都已经去过了，对。所以呢，我非常喜欢旅行的，对啊，我也去过泰国，泰国也很多次，对，泰国我也很喜欢。已经到北埔老街了，太好了！我本来以为要大概1个小时，结果我觉得应该40分钟吧，40分钟就到了。对对对，好，那我们先去看那个老房子好了。好，今天是礼拜4，然后其实我今天选平日来，是因为我觉得假日的时候。北埔的人太多了，哇！你看这里的房子好漂亮。哇，这边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水井茶堂，喝茶的地方，还蛮漂亮的。好，对，你们看这里。就是哇，客家的老房子就是长这样子，好漂亮哦！我特别喜欢，超喜欢这种就是灯笼的，看一下灯笼，灯笼好漂亮哦！我喜欢灯笼，对，好，好 ，So what's your routine? What's your usual routine during holidays? 就是，你假日的那个固定的行程是什么？其实，就是我假日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固定行程的。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喜欢有固定的行程 or pattern。其实你们可以看我的那个 Instagram， 就是我的 Instagram 上面真的很乱，就是我的那个文啊都没有。color coding 没有，然后也没有 patterns， 没有像其他老师就是可能一排是 videos， 一排是什么，另外一排是什么，我的就是很乱，对，所以我这个人那个就是非常的随意，对，随意做什么事情都是比较随意一点，对，那所以我假日的时候呢，没有固定的行程，通常起床以后，我会自己做咖啡。我最喜欢早上的时候，就是好好的坐下来喝咖啡，然后还有吃早餐。早餐慢慢的吃早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的享受这种感觉。对，看一下这边好可爱哦。听说这个是一个古迹耶，对。北埔呢有很多古迹，是台湾古迹密度最高的地方。来，你们看，哇，好漂亮哦！客家呢，就是有很多这种饼。可爱哦！这也是很多。好，看看哦。到了。这边就是有很多这种可爱的小店，然后我现在在想我要去哪一家。好，我们先去庙里面看看。 哇，这个是纪念品的店吧？Okay, so I want to show you kind of like a courtesy in the temple. 就是很重要哦。你们看到这个庙啊，都会有这个，对不对？那你不可以踩在上面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跨过。You need to cross over, not standing on this like high place, even for kids. 那 为什么呢 ？Basically, when you are crossing that thing, you kind of naturally bow, right? 你看我，好，你们看我。这个是香，对，你可以捐钱。那接下来的问题是，Where do you learn English？ 你在哪里学英文？其实我的英文呢都是在学校学的，然后而且我小时候是非常不喜欢英文的，因为我觉得英文好难哦。我甚至连就是大写小写我都搞不清楚，我就觉得很难。但是慢慢的。 国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我觉得他教得很好，对，所以我开始对英文有一点信心，对，所以就慢慢的开始自己听一些英文的，比方说看电影啊，或是看卡通啊这些的，对，然后慢慢有兴趣嘛，而且就是其实我们的学校，我记得有一个加拿大的女生，然后其实我从小就对外国朋友很有兴趣，我就很喜欢交外国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跟文化，我觉得非常有趣。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文化差异，我觉得非常有趣。那为了跟这个外国朋友沟通呢，我就开始又更努力的学习英文。对，这大概是我的故事，学习英文的故事。对对对。这个呢叫做柿饼，柿饼就是北埔的那个名产。今天的人真的超少的耶，我觉得还蛮好的，只是有一些店没有开。柿饼又是柿饼，看柿饼。 好像可以来吃饭呢，老街板条哦，好多人哦。那我进去吧。板条是用米做的，所以看起来就是这样白白的，很好吃。然后 the texture is like very bouncy 对，就是米做的嘛，对啊，有点像 mochi 的感觉，嗯，很好吃哦。那我就要开始吃喽。好好吃哦，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点甜甜的，很好吃。OK，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就是 What's your favorite city in Taiwan？ 你最喜欢台湾的哪一个城市？ 城市我觉得应该是高雄。高雄呢，因为它是海港城市，所以有一种很开阔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而且东西又好吃，对啊。那地方的话呢，我觉得全台湾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日月潭 （Sun Moon Lake）， 真的是。 很美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住在，就是你一定要住在那个日月潭的前面 ，right in the front。我会放那个 hotel， 我最喜欢的一个 hotel， 在那个 description box 给你们看。那个就是如果你很喜欢那种很 peaceful 的那种感觉的话呢，日月潭是首选，对 ，best choice。我要结账。 谢谢。是一个很古早味的地方，那我们再出去看看吧。好像，哇，老店客家菜。 这家没开，OK， 那我刚刚已经吃饱饭了，现在呢，下一站我们要去喝擂茶。擂茶是什么呢？擂茶就是客家特有的一种饮料，对，那它就是用很多不同的坚果，然后还有茶粉啊，或是像芝麻这类的东西，把它磨成粉，对，这样子的一个饮料。等一下要给你们看。那OK， 我刚刚有经过那个地方，然后我想去那边喝那个擂茶，所以我们去往这边走。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去过瓜地马拉？没有，我还没去过。中南美洲我都还没去过。虽然呢，我非常想去，但是现在我觉得坐飞机好累哦。坐飞机，我可能老了吧，我觉得坐飞机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觉得从台湾出发去中南美洲最少都要1天以上，所以我觉得有点有点不想要坐这么久的飞机。但是为什么想去 Guatemala 呢？为什么想去 Guatemala or like other countries in Central or South America， 就是因为我会说西班牙文啊，对不对？然后我很想要用我的西班牙文，对，所以呢，我觉得，对啦，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看看，因为我知道那边有非常多漂亮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的美食，对，所以好的，各位，我一定会去的。哇，你看，这就是我的擂茶。这个，刚刚呢，那个阿姨有跟我说，你看这上面都是米，然后下面有很多像绿豆啊，然后还有芝麻一类的东西，对。然后我刚刚也点了这个，就是客家麻糬啊，这个很软哦，你看。客家麻糬。那下一个问题我要回答的就是 How long have you been teaching Chinese？ 我应该从2010的时候就开始有试着教，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西班牙，然后我就有在那边找学生，然后自己教中文。可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大学生，对，所以经验比较少，对。但是到现在呢，我觉得就是比较集中的在教，应该是有快要10年吧，还蛮久的，对。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的 Instagram， 就是在上面呢，我觉得我可以有很多空间可以创作，所以我就觉得很棒的工作，对。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就是很喜欢，就是设计一些，就是 you know post or like some project，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棒。哦，好饱，我刚。好，那我已经吃完了那个麻薯跟，风好大，麻薯跟擂茶，好饱哦，那个分量很大，对。我现在要在这边等车，3:30有车会来。对。 Alright guys, I really hope you enjoy this little trip with me to Beipu and okay. Judong Tourist Info Center is arriving. Okay. So yeah, I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And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any of my courses, all the information are in the description box. So definitely check it out. So hope to see you there. Bye.